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一次要使用的是这款日本的卸妆按摩霜哦。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现在的妆容的话，就是有底妆跟眉毛、眼线、眼影，还有打亮的。我现在要卸妆了。那它这个按摩霜，它按摩霜的质地是这样哦。我先用半张脸。它这一个按摩霜是有一点点带一咪咪的香气，哇！你看我眉毛一下子就卸掉，整个都没有了。记得哦，按摩的时候轻轻的就好，不要很用力的去搓你的皮肤，这样会很容易会有皱纹。哦，它这边都是眼线，你看已经按摩完了。肌肤，而且我刚刚已经搓过眼睛了，我眼睛竟然没有稀稀的。那我现在先用纸那个湿的毛巾、纸巾擦掉。擦掉之后是这样，它其实那个眼线卸得很干净哎，只不过内眼线的话还是需要用棉花棒。卸两边的脸给大家看哦，这边是还没有卸妆，这边是已经卸妆了，而且皮肤还也很透亮，很舒服，而且它摸起来不会油油的，只是它在使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是有一点油油的感觉，可是你洗完之后是没有油感的，超级脏。很舒服哦，真的很舒服。有看到眼睛的哦，对，这样子推荐给大家。